赵传歌唱超动听，白冰冰乱入全走位，画面啊太像富婆包养小狼狗。林玉群飙高音，碰到林俊逸变娇羞，怎么那么娇羞啊？我今天就是俊逸哥的那个。你认为你讲的出嘴？铁肺歌手卓一峰诠释歌曲靠外遇，做表情这个部分可能要加强。生活阅历不够，你可能要搞几次外遇。实力派偶像歌喉战就在安美诺美白修护霜，我爱冰冰秀。